当初有想过你会变成超满英雄吗？从来没有。我在2016年的时候，父亲那时候得到了癌症，然后因为我父亲一直都有在跑步，他那时候刚开完刀，然后我很想说，我能做些什么让他觉得说，哦，我们有一直在支持他，或是更难的挑战。希望他也能对抗病魔，也能拿出100%的毅力去做这些事情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啊？我必须要说，就是果实从来不会掉到离树很远的地方。就是如果我有什么好的地方，或是我有什么样的优点，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们的教导，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样成绩。我觉得我能做这些事情，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